茶糖。对，糖果，绿茶糖果，它是要加人工的色素啊，且香精，健康的。那包种的话是在新竹峨眉这边，我们的产地是在峨眉，嗯，培火培的比较深一点。这个是大阪根这边自己种的吗？自己的，自己的，自己。新的品牌，九月份开始，他到去也都可以拿采访。今天刚上午。明天好像会出太阳。对，听说会。有点像东方，对对。东方美人是峨眉这边就是算蛮主要的一个产区，就是东方美人比较有名的产区。咦，这个包种茶，这口味力争，口味跟那个一样吗？跟春茶有没有一样？你这果料较轻。啊，较轻。果料较淡。较成熟的哦。这个是绿茶糖，说没有什么人工色素的。红茶。哦，红茶呀，红茶。